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软弱，但是这位创造我们爱我们的天父上帝，他能够使软弱的刚强起来，所以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能够刚强我们的神。阿们。好吧，我们现在就诗歌来感谢神，他叫软弱的得以刚强，叫那贫穷的可以变为富足。所以今天我们不再是所谓的认命的过日子，神可以使我们在每一方面都刚强起来。哈利路亚。好吧，我们一起跟着来唱。软弱的我变刚强，贫穷的我变富足，瞎眼的我能看见，主给我新了生机，我要度过的那江，再次洗净我的罪，现在主的大慈爱向着我涌流着。哦沙那，哦沙那，定是释迦的羔羊。哦沙那，哦沙那，耶稣他已复活了。那我们再来认定，软弱的要刚强。阿们。软弱的我变刚强，贫穷的我变富足，瞎眼的我能看见，主给我新了生机，在极深的江河中，主扶持我站起来，高唱得救的乐歌，耶稣赐给我自由。哦沙那，哦沙那，耶稣的再次羔羊。哦沙那，哦沙那，耶稣他已复活了。哦沙那，哦沙那，定是释迦的羔羊。哦沙那，哦沙那，耶稣他已复活了。好，我们来祷告。主，我们再次把自己交给你，我们不再看我们有限的一切，我们虽有软弱，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我们不断的怜悯你，你是使人能够刚强的神。所以主啊，让我们不再看我们自己的问题，让我们今天决定把我们的信心眼目重新放在你的身上，因为耶稣你已经是战胜撒旦魔鬼，战胜疾病，战胜我们生命一切的软弱的神。你也告诉我们，我们在世上虽有患难，但是你说我们可以放心，因为你必叫我们哪里软弱，哪里就能够刚强起来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把生命再次交托给你。我们哪里有软弱的，主啊，你叫我们刚强起来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好山啊，好山啊，哦沙那，哦沙那，定是释迦的羔羊。哦沙那，哦沙那，耶稣他已复活了。再宣告，哦沙那，哦
是十字架的羔羊，哦撒那，哦撒那，耶稣他已复活了。那么再唱软弱的，使我们变为刚强，哈利路亚。软弱的我变刚强，贫穷的我变富足，瞎眼的我能看见，主给我心了圣经，我要度过你那江，再次洗净我的罪，现在主的大慈爱向着我涌流，在极深，在极深的江河中，主扶持我站起来，高唱得救的乐歌，耶稣赐给我自由。哦撒那，哦撒那，钉十字架的羔羊，哦撒那，哦撒那，耶稣他已复活，来宣告。哦撒那，哦撒那，钉十字架的羔羊，哦撒那，哦撒那，耶稣他已复活了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耶稣复活，耶稣已经得胜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们才可以刚强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已经战胜撒旦魔鬼，战胜死亡的权势。如果今天撒旦魔鬼没有被耶稣打败，今天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刚强。所以今天我们要认定，不管我们有时候软弱了，我们有时候可能在一些的状况，但是今天神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都可以使我们刚强起来。保罗说，我在哪里软弱，哪里就刚强起来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能力复辟着我们。哈利路亚，当我们被圣灵充满那一天，我们像石头们一样，我们会被刚强无时无刻。不管我们面临有所有的问题，我们仍然可以刚强壮胆，赞美主。所以今天我们的神能够刚强我们，他是刚强人生命的神，我们就能够明白，原来他是那位这样的与我们同在的神。阿们。所以今天第一点就是，我们说神可以刚强我们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与我们同在。阿们。他与你同在，你才能够刚强。所以耶稣亚记，当上帝呼召耶稣亚过后，耶稣亚是一个年轻的领袖，或者没有多少经验的领袖，他不像他的师父摩西，摩西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，所以耶稣亚呢可能会害怕，我的师父这么厉害，这么有恩高，我呢是这么的平凡，以色列人会听我的吗？会尊重我吗？所以当耶稣亚有这种的疑惑的时候，上帝怎么告诉他？我们看耶稣亚记第一章第七节和第九节，上帝特别告诉他，只要壮胆，只要刚强，大大壮胆，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例，不可偏离左右，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。第九节，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惶，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。所以今天为什么你可以刚强？因为神与你同在。所以耶稣要可以刚强起来，不管他的师父已经回天家了，不在了，他有害怕当中，上帝说不要怕，要刚强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
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我都与你同在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你在任何情况，你要仍然认定主与你同在，你就可以刚强起来。阿们。因为他是不动摇的神，因为他是我们最有能力的靠山。哈利路亚。所以今天你要认定他，他与你同在，你就能够放一百个心。哈利路亚。第二个，当我们说神可以刚强我们，为什么？他让我们更多认识神，我们就能够刚强起来。所以今天在但以理书十一章三十二节说到，作恶违背圣约的人，他必用巧言勾引，唯独认识神的子民必刚强行事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神的儿女们应该是刚强的，但是记得你要认识这位神，你要真正认真来明白他的话，经历他的真实，要稳定的读经祷告，领受他的话语，好使你的心是刚强，来自神的话，来自圣灵的大能。这样的话，你就会经历他，认识他，我们就能够刚强行事。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使徒保罗他在监牢都可以刚强赞美敬拜祷告？因为他在这之前他经历了神，他认识神，他知道神是怎样的神。在他是逼迫基督徒的当中，耶稣向他显现，他认识他，他知道耶稣应许的必不落空，连他这样坏的人都可以改变。所以他在监牢中，他仍然过后见证主耶稣，带领一家人信主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当你越认识这位神，你就越刚强行事，你就能够被提升在你所属的岗位。阿们。因为胆怯的人，没有信心的人，是不能够被提升的。第三个，当我们说神是我们更刚强的神，我们知道依靠神的大能大力就能刚强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和十一节说道，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刚强的神使你刚强，不是叫你去打架打赢人家啊，不是用嘴巴跟他吵架吵赢，不是。神给你这个刚强是什么？神要给你这个刚强，就是让你能够战胜撒旦魔鬼。所以圣经说依赖神的大能大力，当使徒们他们依靠圣灵的大能，你看到吗？撒旦魔鬼借着人逼害他们，捉监牢，但是他们从没有跌倒，从没有离弃神托付他们的大使命。他们这么勇敢跟撒旦魔鬼对抗，不是跟人对抗，他们这么勇敢地继续传福音，没有被魔鬼的计谋而陷害跌倒。所以今天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只有靠着神的大能大力，你才能够得胜撒旦魔鬼，做真正刚强的子民。这样的人，神要让你成为幕后的精兵，成为幕后的得胜者。所以今天只有靠着神的大能大力，得胜撒旦魔鬼的诱惑，穿上全副军装，才能够站立得住，做真正刚强的子民。很多的基督徒在他走十字架道路当中，被魔鬼借着人的问题伤害也好，挫折跌倒，离弃了神，离弃了肢体，离弃了神的托付，所谓的其实是被魔鬼撒旦给欺骗了。圣经里面我们知道犹大跟着耶稣三年半，但是被魔鬼借着他贪爱金钱诱惑跌倒了，最后迷失，甚至自杀离弃了神。所以亲爱亲爱本有弟兄姐妹，撒旦魔鬼是知道你的软弱的，他知道你的软弱，他知道每一天你在做什么。所以你要很警醒，要警醒，要靠着神的大能大力，穿上金装得胜试探。阿们。只有这样才能够成为幕后的刚强的子民，为主使用，成为精兵。最后一个，在圣灵的能力里面就能刚强。所以今天很多人没有圣灵充满，没有学习让圣灵带领，所以没有刚强。提摩太后书一章七和八节说道，
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，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，总要按神的能力，以我为福音同受苦难。弟兄姐妹，神的儿女们，我们知道传福音就是神给我们托付最重要的使命，但是多少人我们因为没有圣灵的能力，没有刚强的心，面对了传福音的挫折，面对人的拒绝，我们就停止在传福音，停止火热。所以今天保罗告诉提摩太，也告诉今天的教会，神赐给我们刚强的心，让我们可以不怕为这传福音受苦。哈利路亚！所以我们需要在圣灵里的能力，我们需要天天祷告，被圣灵充满，被圣的灵引导，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刚强，我们就能够继续的成为福音的使者。今天我们需要做幕后传福音的使者，我们需要在圣灵里面这样的刚强。阿们。所以今天弟兄姐妹记得，今天神必要刚强我们，所以记得每一天如同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说的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认识这个神，求神天天给我们智慧启示的灵和真知道他的灵，我们才会刚强。今天我们需要做刚强的子民，好使神能够使用你。阿们。因为末日子的征战是越来越大，我们需要做刚强的人，不然我们可能就是一个半途而废，或者是在末日子无法站立得住的神的儿女。所以今天做刚强的精兵，要起来积极的敬拜，积极的做主工，积极的顺服神的心意去行事，每一天成为主的精兵。阿们。哈利路亚。好吧，我们一起来宣告这首诗歌，是充满着力量的诗歌。神要你刚强壮胆起来。阿们。不要再惧怕，不要退缩，不要轻易妥协于魔鬼的谎言。所以魔鬼借着人数来欺骗你，来伤害你，来使你失落的，来使你被欺骗的，你要刚强起来。阿们。哈利路亚。一起来宣告，使我们敬拜你。哈利路亚。敬拜你，敬拜你，敬拜你，耶稣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耶稣，敬拜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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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稣。来赞美你，我要以你大能来歌颂你，耶稣，只为你，耶稣，只为你。你是我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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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，你是我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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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刚将转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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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将转当，嘿。钢枪转当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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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钢枪转当嘿嘿嘿嘿嘿嘿。哈利路亚！虽然我们钢枪转当，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我们的王，我们要起来，我们要勇敢前进。哈利路亚！
亚，我们来宣告，哦，是的，主啊，我们就是要勇敢兴起，我们谢谢你，我要勇敢地来敬拜你，我要放胆地来赞美你，我要你大能来歌颂你，耶稣，只为你，耶稣，只为你，你是我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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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你是我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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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嘿嘿嘿嘿，当钢枪转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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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嘿嘿嘿嘿嘿，当钢枪当，当钢枪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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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嘿嘿嘿嘿嘿，当钢枪转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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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在宣告，当钢枪转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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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嘿嘿嘿嘿嘿嘿，哈利路亚！这是我们举起手来宣告，是我们宣告，我们是幕后的精兵，我们是刚强壮胆的子民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，神赐给我不是胆怯的心，是刚强的心，是勇敢的心。我宣告，我们能够前进，我们能够突破，我们能够战胜所有恶者的权势，因为耶稣有同在。我们是刚强的子民，因为耶稣做主做王。哈利路亚！你是我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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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嘿嘿，你是我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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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嘿嘿嘿嘿，当钢枪转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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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嘿嘿嘿，当钢枪转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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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嘿嘿，再宣告，当钢枪转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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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嘿嘿嘿嘿。哈利路亚！是的，神就是要我们钢枪转弹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祷告，神的教会，神儿女们，末日只是钢枪转弹的，好不好？开口来祷告先。哈利路亚！是的，主，我们宣告，末日只是神的教会，神儿女们要刚强，要壮胆，不要再妥协于罪恶，不要妥协于这些的主使我们沮丧害怕的事。主，我们宣告神的教会刚强起来，刚强起来，信起来，勇敢成为主的见证，勇敢的前进，不受到一切限制，成为美好的见证人。主，我们宣告你的教会刚强壮胆，勇敢信起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赞美你耶稣。哈利路亚，好不好？这时候祷告，哦，神的儿女们，在每个岗位里面发光作盐，影响区，影响这个职场，影响各行各业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要看到更多人来认识神。哦，神的刚强也临到所有这些世上的百姓们来祷告。哦，让更多人归向神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神的主，我们宣告，在我们的国家，在万国万民，更多人主要经历你的刚强，
尤其那些软弱的，哦，让基督徒能够传福音给他们，让他们能够刚强起来，刚强起来。那些在医院的人要刚强起来，那些在苦难中的人要刚强起来。主啊，那些想要自杀的人再次被刚强起来，脱离所有的死亡的权势，脱离所有魔鬼的谎言，和所有的政府要刚强起来，得胜一切的试探，得胜所有的罪恶的诱惑。哈利路亚！主，我们宣告刚强，刚强，临到每个各国国民，临到每个政府。你让每个子民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你使人刚强，哈利路亚，可拉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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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宣来，使到每个国家刚强，主啊，使到每个人有强壮的抵抗力，得胜所有的疫情的传染，拉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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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巴，刚强我们，刚强你的子民，刚强每个国家，恢复每个政府，恢复每一个公义正直的主啊政府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求你刚强每一个人国家的经济，刚强每一个的经济，主啊，求你介入，哈利路亚，信心的儿女们，让基督徒成为美好的见证，带来这美好的刚强的信息进入人群，进入各行各业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宣告，主啊，你的百姓要刚强起来，不再给魔鬼践踏和使用和利用和欺骗，哈利路亚，被神兴起，哈利路亚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你是我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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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嘿嘿嘿，你是我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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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钢枪转弹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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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钢枪转弹，嘿嘿嘿嘿嘿，当钢枪转弹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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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钢枪转弹，嘿嘿嘿嘿嘿嘿，哈利路亚，是那神的百姓，神的子民。今天我们里面要刚强壮胆起来，所以这是我们提名为着所有的世上的人，你的朋友家人来祷告，哈利路亚，使得主我们宣告你给我们刚强的信心在你里面，我们要把这个家人和朋友带到你面前，哈利路亚，许个的巴拉巴拉巴拉巴算来，主啊，谢谢赞美你，哦，我们把这两个的朋友交托，奉耶稣的名，让我们经历你，让我们遇见你，他们若软弱的蒙你刚强，蒙你刚强，求你刚强他们，求你帮助他们，在他们的生命里面要认识你，触摸他们，释放他们，摸着他们，主啊，你也刚强我们，能够勇敢的向他们做见证，跟他们建立美好的关系，主要使用他们，使用我们成为他们的祝福，我们宣告在今年他们来归向你，他们要认识你，哦，谢谢你，使我们勇敢成为你的见证人，我们赞美你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我们宣告，是的，我们就是勇敢，神的百姓要勇敢，我要勇敢地来敬拜你，我要翻胆地来敬拜你，我要以你大能来歌颂你，耶稣，只为你，耶稣，只为你，再宣告吗？勇敢，我要勇敢地来敬拜你，我要翻胆地来赞美你，我要以你大能来歌颂你，耶稣，只为你，耶稣，只为你，你是我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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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，嘿嘿嘿，来宣告，你是我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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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，嘿嘿嘿嘿嘿，当钢枪转弹弹，钢枪转弹弹，
钢枪转弹，当钢枪转弹，当钢枪转弹，当钢枪转弹，嘿嘿嘿嘿嘿嘿，当钢枪转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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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嘿嘿嘿嘿嘿嘿，歌颂，歌颂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歌颂你，哈利路亚！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。让我们闭上眼睛，我们认定，是的，我们就是这末日子刚强壮胆的子民，不要再胆怯，不要因为问题而退缩，不要放弃，因为神赐给你不是胆怯的心，来举起的手，领受祝福的祷告，说宣告，说献上敬拜祷告的，领受的都能够刚强壮胆起来。不再妥协这些使我们困扰的事情，我们抵挡，因为神的话使我们能够刚强壮胆，圣灵的能力使你刚强壮胆，主啊，你使我们刚强壮胆，穿上全副军装，得胜撒旦魔鬼的诱惑，你不再被魔鬼欺骗，你不再被你的软弱辖制，神使你哪里刚强，刚强你，刚强你，使你不再陷入这个谎言，主啊，谢谢你，让每个弟兄姐妹刚强起来，成为神幕后的精兵，成为你的有果效的器皿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你，神使用你，神恩膏你，神差遣你，神加在你身上，使你能够做所不作，居上不居下，你要成为神福音的出口，成为福音的使者，赞美你，主耶稣，主也刚强你的心，让你身体恢复健康，所有的疾病离开你的身上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把我们自己把完全一切的祷告交托，我们相信神啊，你刚强我们，你刚强你的教会，你刚强我们的国家，你刚强万国万民，感谢你，主耶稣，赞美你，荣耀归给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我们来宣告主祷文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这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我们日用饮食今天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要刚强壮胆，阿们。今天我们宣告这么多次，你就是要刚强壮胆，阿们。愿神赐福你。